来了。各位，今年的那个传说金星奖啊，我去年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会参加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年官方好像有邀请我去当那个颁奖人，就是在台上，但是不确定啊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但是如果有的话哦，你们就可以看到我在台上很尬。到时候如果真的是我的话，应该是会现场直播啊，就是在传说的官方，大家再来帮我站台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他们在吃。不祥今日成了真。那法师去帮忙。哎呦喂哟，哎呦喂哟，我被刮到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独享了一个中路兵线，其实挺赚的，超级无敌赚。对方打也是纳克鲁斯，然后辅助是艾瑞，艾瑞有点可怕。我们等一下后期就是要完美的掠过他。来喽，我要双杀喽！哎，结果是三杀呀！哎，不对，靠飞，双杀而已。哎，不要这样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反正我们不要让那个罗斯拿到，就阿弥陀佛了。OK。我们黑悟空也是玩禁制绝流派的暴击流，我们传说悟空也是走一个暴力流啊。这边算了吧。嗯，哎呦，钢铁防线消失，弩车出行。招还在冷却中。这里有没有机会啊？我觉得再蹲一下应该是有机会，因为那个一下感觉会想出来吃兵，应该啦。来问问呐，上天的路。这里我们直接走掉了，我们不需要跟那个梦梦。有太多的瓜葛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任何意义。给他走吧。OK， 这种时候就可以安安稳稳的繁衍嘛。算了，感觉被那艾瑞绑到，对我们来说也是挺吃亏的。可以上来杀这个一下，哇，这一下这么凶哦！OK， 把这个梦梦也打掉，赚。海萨克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爽赚一波。凯撒不拿，没时间。但是我觉得上路这一波兵线，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带出去啊。对，多赚一点，试一点。OK， 你们家有重新装潢吗？我们家吗？没有。都提什么斗战名号？自此以后，称我为齐天大圣。不必多问，只管说那妖魔在哪。哎呦喂！大招还在冷却中。我觉得这里。这里我直接走掉了。别跟他们消耗了。我方魔龙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防御塔正在受到攻击。走喽，高歌离席。清理兵线，对方只有拿四颗头。魔龙凯撒觉醒进化。OK， 我们把野怪往下刷吧。对方纳克鲁斯感觉节奏带不起来了。Oh my god, bro! Oh hell no, man! What the fuck, man? 好险，我有拉掉了，不然我就死。我真的就再见了。就 say goodbye。
那野怪怎么都没了。啊，下面野怪刷一刷吧。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扩大这个经济的优势啊。等一下那个害牙再来处理它，非常容易。是为了让容错率更高一些，我们王者之剑必须得要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是踩过来一点，做一个蹲点。就是这样子耶，有没有？我们踩了一个视野的极限盲区啊，上去就是准备一顿暴打，因为我有料到会有人。这个是，应该是说。基本上会有人啊，然后这边踩一个隐身，救命！嗨，今天过得好吗？操！操操操操操！又死掉了，讨厌！哦，完了。这个纳克罗斯拿了我的头，他会不会就此飞起来？哦、不会，看来他是骷髅哥贝贝，骷髅哥贝贝起来。这么安静的卢哥好不习惯，为什么钻石场要这么认真？不是啊，你他妈打排位你要认真啊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打一半就算了，打排位我们还是不用管什么段位，起码还是要用点心嘛。不，你们想要看我乱打吗？我是不想要这样子啊，你们不可以带坏我啊。Hurry！ 这个中路我们避开那个艾瑞，其实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，他们后排。没机会咯，他这个被我追到夺命大棍棍，躲都不用躲。我们拔塔好了。你方三路全破，我方中路超级兵出动。我是来问路的，来问问那啊高雄有大推的宵夜吗？我常去吃一间叫 Good Night 的，然后不然就是还有一个叫阿大吐司的也好吃啊。我很常吃宵夜的，你们宵夜问对人了，问我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宵夜必须得吃啊！这把队友还不错，只是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塔拉会被这个梦梦杀这么多次啊！纳克罗斯被打到跳 game 了，我的天啊！Check it up.